个月嚟社会环境复杂多变，警务人员喺執行职务方面无可避免系要面对巨大嘅压力同埋挑战。喺呢度我勉励大家，无论遇上任何情况，都要谨守岗位，坚持住自己嘅信念，以不偏不倚、公正持平嘅态度去執行职务。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